平安时代的骑士藤原佐为，穿越遥远的时空，附身在近藤光心灵的某个角落，为了达到神乎奇迹的境界。就跟我对应。到目前为止，都跟我们上一次跟塔矢亮下的时候一样。上一次？没错，这是我上一次彻底打败塔矢亮的第二次对应。那个时候的那盘棋，我希望能跟他约改天再对应一局。塔矢亮呢？好像还没有来啊。塔矢亮不会来的，因为他根本不在意第一战就输了，让人看了就生气的家伙。第十八局，阿亮 VS 佐为。阿光，我又可以跟那个孩子下棋了吧？对，这一次我会让你跟塔矢亮尽情的下，因为上次国中团体赛的时候我没有让你下。塔矢亮。十点了，开始喽。他应该不是职业骑士，可是他的实力却超过职业骑士。感觉好像是本因坊秀策在学现代的定式。难道他是神还是妖怪？会不会是小孩子？小孩子？不会吧。不可能是他。来了。由我先下。来，告诉我吧。你到底是谁？
已经经过一个小时了。塔矢亮宁可得到一颗黑心，也要上网跟那个赛下棋。他根本是瞧不起我们这些来考试的人。好强。他让我感受到一面比被近藤光打败时还要高的墙。这个人他不是近藤光，我就用这步棋来压制你的眼型。对不起，难道是？难道是？他这么强，这个在网络上打败无数高手的人，他的厉害跟以前的近藤光完全不一样。可是为什么在刚才那一瞬间让我感觉到是近藤光在下棋？这盘棋明明还可以再比下去，可是我却没有胜算。糟了，现在就算要断白子也来不及了。这么一来，要同时保住中央跟左边的阵地很难。中央的黑子已经没有救了。他认输了。左为，这个人怎么样？他是塔矢亮吗？绝对是他，错不了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感想？左为，这个嘛，他的确是很厉害的围棋高手，对整盘棋的走势非常灵敏，关键的地方也都能事先考虑得很周全。那塔矢亮变强了吗？真正变强的人应该是我。当然了，还有阿光，你也是哦。我也是。难道你忘了？阿光，你已经看了我十几局的对弈哦。所以我们两个人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多多少少都有点进步。原来如此，这个人就是赛。没想到竟然连塔矢亮都不是他的对手。
就算是我也很难说吧。真不敢相信他是业余骑士，可是职业骑士的确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在这种地方，网路本来就是真假难辨的灰色地带。不过他绝对不可能是小孩子，小孩子的下法比较粗糙，再怎么有资质的小孩子也一定会出现漏洞。可是赛的下法却完全不是那么精准熟练的起步，必须经过长期岁月的累积才有可能达到。是他，不，不对，绝对不可能会是他。我跟叶赖国中比赛的时候，那应该是他全部的实力，可是我拼命追逐，结果还是没有追上我想象中的近藤光，为什么现在却觉得好像掌握他了？不，他不是近藤光，不是他。隐藏在黑暗中的影子绝对不是小孩子。什么吗？昨天的骑士考试哦，第一站你一定赢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吗？我昨天没有去。是吗？你没有去因为突然有个我更想跟他对弈的高手，所以我优先选择他。优先选择他？世和小姐，你不用担心了，不要紧的，明天的第二站我一定会去的。是吗？阿亮老师，广濑先生，你好。怎么样啊？第一站的成果如何？哎呀，我真是太失礼了，还用问阿亮老师的成绩吗？广濑先生，职业骑士的考试，阿亮他自己会负责，你快点付钱就好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付钱，付钱。对了，阿亮老师啊，是。我刚才来这边的路上啊，居然又看到了上次那个孩子，就是上次赢阿亮老师你的那个近藤。我也搞不清楚他在做什么了，不过他在一家放了很多电脑的店，就是那种可以让人上网的那个什么网咖什么。近藤，是你吗？啊，近藤，赛，是你吗？是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漫画的网站了，干嘛突然跑来吓人呢？你的朋友吗？朋友算是吧。对不起，我先出去一下。真受不了。
厌，你干嘛老是没头没脑的出现在我面前啊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糟了，这小子真的在怀疑我。静腾，你有没有上网下过围棋？没有。可是你知道吧，我只有在旁边看过一次而已，上次我去职业棋士公开赛的时候试了一次。好，一定要努力骗过他，有本事你就问吧。网络上有个围棋高手，登录的名字是赛，我昨天跟他下过。赛？什么赛啊？是赛车还是赛马？这应该是他的假名，他在网络的围棋高手中引起很大的骚动，大家都想知道他是谁。啊，大家都在找赛？不妙啊。原来你以为我可能是网络上那个赛啊。也难怪了，因为我以前曾经赢过你嘛。我也不怪你会认错人。可是以围棋社三将身份跟我对弈的你，老实说根本一点实力都没有。那次比赛我是故意下得很烂。少胡说，你根本没有理由。如果你真的有赛的棋艺的话，早就已经成为职业棋士，拿到一两个头衔赛的冠军了，不是吗？谢谢你代替我说出我本来想说的话。你搞清楚了吧？果然没错，真的不是你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早就料到不可能是我吗？没错，赛绝对不可能是你。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了。他是？等一下，他是？如果你再继续追着我的幻影的话，总有一天真正的我会追上你的脚步。就凭你？不要说总有一天，我们现在就来下一盘吧。什么嘛！为什么？那孩子是谁啊？三姑姐姐，我要回去了。是吗？原来大家都很想知道赛是谁，看来以后再也不能上网下棋了。作为，我们该结束了。谢谢你这些日子的照顾，三姑姐姐。阿光，我不会再来了，因为暑假已经结束了。Thank you.
今天我们来到了围棋会所，我小时候也常来像这样的围棋会所哦。今天我带了两个刚学围棋的小朋友来这里。啊，你们好啊，请多指教。请多指教。请多指教。好了，那么刚开始呢，我先测试一下你们的棋力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勇气的棋力大概是25级。小五的棋力大概是22级。22级。好，你们先拿着这张对弈卡来。好，马上用这张对弈卡找人下棋好不好？请多多指教。刚才的对弈，阿光之所以能够反败为胜，是因为他的潜力。这一次一定要拿到优胜，因为我也真的感受到自己变得更强了。自己不变得更强的话，根本无法知道对手有多么强。